这么好的春日光景，又怎能不到婺源黄陵？大地春生始于黄陵，一盛梅花开，竹山书院的白梅带着书香气，枝枝朵朵开满树。倚山居的红梅映着山间小院黛瓦白墙，开得恣意又富有闲情。黄陵梅园里的垂枝梅盛开如瀑，谷里红梅团团簇簇。二声远山青，倚山而居，窗外是青山和层叠的梯田，窗下扇面上晒着的是蕨菜春笋。清晨打开门来，漫山绿意里的春日气息随即在周身弥漫开来。下午伴着花香喝茶泡温汤，偷得浮生半日好阳光。三生四地花开，二月梅花，三月四月五月，对面油菜花纷纷开在梯田，这边桃红李白樱花杜鹃因此开满山。这个春天从婺源黄陵开始吧，在日日不断的花市里，在自在的山居温汤间，在妩媚的青山中，遇见最美春天。